你难道就不能够祈祷他们第一次就打赢吗？因为刚才欠嫂一直说不会打赢啊。我是说大家还不熟悉，第一次对，比较难。因为我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啦，准备完，我自己是准备好了啦。所以今天有信心一次通关吗？如果我是不知道大家准备的状况如何，我是不知道还有观众的啊，像盾牌要先杀，枪要先打掉啊。你有信心能带领大家通关吗？带领大家通关哦，我尽量，我会把我知道的资讯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当做一个司令的角色吧。康宁现在很认真的在看关卡资讯。对啊，想说就是虽然说已经看了很多次，可是最好还是把它记下来，因为第一次进关卡还是会紧张，所以咧还是记下来会比较保险。点点有信心吗？有。有办法一次通关吗？有，有纸飞鱼，什么都可以。万一不幸打输，愿意承担所有的惩罚吗？不要。好，我没有说好。好，好，帮县长说好。县长说好了。县长说好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怪物弹珠大乱谈》汪教，耶！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紫飞鱼，耶！飞鱼，那当然主持人也是要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康妮。嗨，大家好，我是千莎。是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紫飞鱼呢，康妮？因为今天很紧张，大家知道很可怕的关卡要开啦！啊，水爆诀！啊，各位，我们的水爆诀开放了。来，这个我们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分别的角色好了。来，我们刚刚已经有讨论好，就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进关，所以我们拿最稳的角色来挑战看看。所以我们这一次康妮带了，我带的是进化的慕天，进化的慕天使。对，然后。飞鱼哥呢带了一个非常非常很有特色的一只角色，对，跟大家讲讲说说吧。哦，也不是有多有特色，有特色，是有点有特色，有点特色，有点特色，有点特色。他是帕尔瓦蒂，帕尔瓦蒂，神话的神话的帕尔瓦蒂。对，那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带这只角色来挑战这个关卡？他第一，他是贯通型的攻击方式。然后再来他的他有一个巨能，就是他有一个被动是巨能的反板块。那反板块的话，他可以选择要穿，就是如果巨能成功的话，就会穿过去那个反板块。对。那如果巨能失败的话，就不会穿过去。所以你可以选择，你爱穿就穿，不穿就不要穿。对，真的耶。听起来很猛哎，听起来超猛的。有点猛。对对对。然后刚刚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飞鱼哥也有说这个角色在王的最后一血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空间，他的那个被动。对，那我们待会就看看我们如果有挑战到最后一条血的话，对，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看到帕尔瓦蒂的发挥。好，那在我们剑方大大带的是，他是泽宇大大，泽宇大大。说 sorry， 快点跟人家说 sorry。对不起，对不起。不，我一直外面看到剑锋，我就一直想叫他的名字。好了，泽宇大大带了什么？带的是神话慕天。神话的慕天哦。我的是一级私心。一级私心。我的也是哎，我是特 M。我是普通的黄色的。是啊。所以我们待会的关卡攻略中，有可能也会靠这个一级私心的果实带来很大的奇袭耶。对，奇袭。对，这是奇袭。贯通一级私心，让晕王的对，为了救你而死。对。好，然后最后呢，我带的是这个白雪公主，所以我们这个组合是三个贯通的角色。对，没错。好，那我们就先请康妮开关，然后我们准备来挑战这个关卡好了。没有问题。来，悠久祈祷与魂归圣海。哎呀，水爆诀，这个在现场的观众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同步进行挑战。真的。来，第一弹，这边的水龙要先杀。没错，水龙要先杀。因为水龙它那个右下角的时候，它会白爆。白爆的话，我们就直接就出来了，就白了，即使伤害就对了。对，而且呢，右下的水龙是就是它的 CD 比较少的。哇，这个反板块的被动好像看起来蛮猛的。微微点儿。对，这边就是有带慕天的话就蛮方便的，因为只要带，只要它有对小怪就可以清理。
看起来我们第一关还蛮顺的，我好热，看起来还蛮顺的。要洗 CD 吗？不要，不要，你要保持在，真的，你这样走看一下，你要保持你自己最后的位置在上面，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进上面的门关。好。可怕，可怕！我们的军师刚刚说，我们尽量把弹珠呢，在进入第二关之前呢，把弹珠控制在画面的上半部。是的，对我们一进关清理小怪会比较有利。轮到我的时候，我会往上移。然后下面大家有看到两只这个隐藏版的角色，待会呢他们会跑到上面，出现在画面里面。哇，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紧张的感觉。这边撞一下加速，然后再撞加百电。好啊。然后这一关，因为刚刚飞鱼哥有提到，就是这一关木属性打水属性的伤害有 1.5 倍的加成，所以这个关卡如果直刷弱点的话，其实对于伤害来说有很大的功用。对，会非常的。那这边飞鱼哥觉得我要往下走吗？我刷完它之后，我要往下走吗？先不用。好。OK， 我们都尽量留在中偏上一点点。关键伤害啊！不要啊！没关系，没关系，还好，还好，还好，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等一下有两个人有机会去杀这只鳄鱼。对，鲨鱼。那我来上吧。撞木天，撞我吧。好，那这个木天呢，在这一关，即便这个进化的木天，它没有很能够应对的陷阱，但是它的这个友情技非常的强力，所以也是很适合挑战这个关卡。不要跑走，我们要抗友情。哦，这样糟糕了，这样糟糕了。哇，下面一只上不来。这样子，他们会两两复活，所以最好是一起对，要一起打死会比较好。但我们下面那只血量没有看到，我想一下，我觉得目前电一电都会死。对，有可能，其实会电一电都会死。哇，有吗？不行，下面那只没有死。这样下面那只上来，然后上面那只，哇，这样子我要先，我不能把那只打死，对不对？对，你先不要打死，等一下。如果你杀死的话，其实他们会血量会平均。对，所以我要杀死。你不要杀死，你我不要在上面，越上面越上面越好，保持在上面哦，停在上面哦，然后等一下泽宇把右下角那只杀掉，这样子他们就会回到原点。好。我们这个刚刚这个一级师新师力不小心让这个鲨鱼没办法同时同进退了，没办法让他们同进退。哇，漂亮！对呀、啊，这个漂亮。果然这个电真的很好啊，电击啊，没有电击都不知道怎么办啊。好，然后这边我们一样是要先把上面的水龙先给解决掉。给、okay, 先把右边的那只给带走，然后我们下面的这个戴普斯啊，它上面有一个骷髅头，但是击杀它之后呢，它会释放治疗墙，是的，然后会持续四回合，所以大家在急迫的这个时间点也可以自己稍微掌控一下。哇！我觉得好威啊，这电击友情。我看一下哦。我现在呢，应该带友情。你可以把那个真龙鱼杀，不是那个戴普斯给杀死了。是 OK， 其实到目前就可以了。我还是进去了啊，不过他会友情击杀。真的很厉害。哇，这个位置直接收掉，这个位置应该可以直接带走。我们到目前为止好像。不要话，不要说得太早，拜托，拜托。我不讲。不要这样，别讲。没，我什么都没说。好可怕啊！好，我们来到第三张地图。是的，我的位置其实还不错，算 OK 的。对，把它看能不能移到中间。这里有五个戴普斯。还晕了。真的很晕超级晕。好，
然后画面上出现了三个小圈圈，那个应该算是新的陷阱，它其实是一个重力护罩，但是它不是出现在怪或者是王的周围，它是出现在固定的区域。是的，小小一颗。哇哇哇哇！我这边应该要先把逮捕师全部尽量全部解决掉，对不对？还是不用，慢慢来，靠友情就够了。好，你可以先专心打 boss。OK。微微的，有弹幕天的哦，是真的会有一个很像镭射，他的那个很像镭射炮。是，不过我们有治疗墙，应该对，马上，漂亮漂亮漂亮，哇哦，木天的这个电击真的是太强了吧！这边导演在2万亿。OK OK， 换我啦！认真上下补血，对，上下要补，对啊，要小心不要被重力护罩给减速到，应该就没问题了。我漂亮漂亮 OK OK OK， 漂亮漂亮，好猛哦！这边应该还要再补，还要再补点。好，我补。好，我看一下怎么感觉补完有机会接下来这个左下角的 CD 是复活，所以还不用担心。嗯，我这边补一下血好了。好，我故意俊的失败。哇，带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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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带走了。微微的，没差，没事，已经回来了。带走不是很好吗？好，然后右下角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有护罩。那个护照就是我们要尽快的击破它。嗯，那右下角的是本尊，然后左上是分身。那每两回合，左上的分身会移动，然后它会先往右下移动。然后这个护照啊，其实对贯通角色来说，它减速非常的多。好啊，然后你再撞白雪。我觉得我心跳超快的。我也是。我感觉我正在考统测，有没有那个紧张的感觉？对。那他们的血其实是共通的，對，所以还不爆，所以就是你打哪一只其实都一样，但是他们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攻击时机，对，伤害可以是最好的打出来。接下来他是横向雷射，我刚刚一直忘记说他右上角的那个 CD 是横向雷射，很痛。那我卡下去就好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卡到戴普斯，哇，被那个护罩挡掉了。不然应该可以直接穿进网下。OK， 雷普斯。然后再来呢，这个分身它会移动到右上半部。确定。但是现在因为木天他有吃这个攻击提升，所以他的友情技伤害很高。然后你带。哇！我应该要来补一下血了。看一下怎么补好，我完全被那个，其实就是对，应该是撞木天。OK， 这一关我记得这一关打完之后呢，好像就会进王关了。对。进王前，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在右下方，右下那个区块。好。嗯，我们应该在上面比较好。真的吗？對對對，上面比较好吗？对 对， 對，上面比较好。是你？哎呦，我会被传呢。我来看看。听天由命。对对对对对，听天由命。好漂亮。我。OK。好，放我这边我就收掉喽。好，收。哇、wow ！如果你能补到血就好了。有，应该可以。难度有点小。对对，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漂亮漂亮漂亮，再一下再一下。好。我们其实打的，刚好。中偏上，第二条血还蛮顺的。我这边应该也是来碰木天的友情，然后来刷弱点。啊，有板块，想办法保持在上面。好，有板块。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袋鼠是左下角，要小心不要杀掉，我们要留它一下。对，留着，因为四回合会消失，所以有一只可以比较晚一点再。我们应该要就是尽快把，因为它大家可以其实看那个 boss 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护盾，然后那个护盾对贯通角色来说会减速非常的多，所以如果可以尽快击破它的话，我们可以有效的打出更多的伤害。我需要吃剑吗？不用，因为没有这个没有用。打到它头上。哇，对哦，这个卡的超漂亮。对，如果他晕了最好，晕了最好。怎么不晕？在想，要在想要不要直接切落点，还是打破都好？直接撞加百列。哦哦哦哦哦哦哦！怎么了？我需要打安康鱼吗？啊，不是，我需要打戴普斯吗？补一下血，补一下血，补一下血。上下偏右，上下偏右，就上下偏右，对，再斜一点，再斜一点。哦哦哦哦哦！哇！啊，被喷了！那个位置刚好被指定，被这个固定方向的雷射，可以杀掉那个戴普斯。戴普斯，戴普斯，可以杀掉那个安戴普斯。安戴普斯。戴普斯安安安安戴普斯 ，OK， 这样第二枪就放出来了。好，有了。然后刚好，接下来他会再来会把我们的血量变四滴血，对，变四滴血。天上看能不能撸到，所以如果可以把它给解决掉的话是最好。左平行天上，大家看，就是现在 CD one 的那个伤害啊，它是会让我们的弹珠。血量变四滴，嘣，四滴血了。对，然后下面那个是锁定雷射，然后技能成功，然后可以在下面碰到白雪啊，哎上去，还好，这样不会，这样不会死，这样不会死，吓死我，他下面对，我要直接，现在是 safe， 现在是用力补血，现在 safe， 用力补血。你最好在上面。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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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万一，剩下四万。哇，那我就往上多一点点。大家，所以大家，即便你血只剩四滴，你也不要担心，就是他接下来的攻击是往右下的一道雷射。对。然后你如果可以把弹珠的位置控制好的话，你就可以再有效的进行血量的回补。再补再补啊，没得补啊，没了，没了，我把带走了。把他带走了。OK，OK。哎，别忘了。上去，没有，我留在右下这边。哎呦，但他们的位置很好，感觉还不错哎。对，是 OK 的，这里。我看是。我希望可以。我们一样，这边也是要先把上面的小怪给解决掉。我手一直抖啊。有物质。再来，再来，再来，很好。这样漂亮。好，啊，哎，还好还好，还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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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更白血，可以啊。然后下面它其实还有两只小怪，然后它到时候会同时移动到现在康米的那个位置。哇，漂亮！哎，哇我哎。现在两只的血量，哇！我卡住了。没关系，没关系。这里不错啊，如果白雪在这就更好。我再来应该要赶快把弹珠的位置往下移，因为它会有一个扩散弹的伤害。是的。往上半部，这样都不小心变成成功，太奇怪了。这里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可以开个大了。我要开大了吗？先不用，先不用。是先不用。先下来撞那个木天使加百列，然后保持在
哎、欸，它有一个板块在中间，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你小心不要跑上去了，要不然我们就要有人要开始。好 ，OK， 稳了，稳了，稳了，稳了。那个板块刚刚被小队，我们差一点没看到，也不要把我推上去了。好啊，就当做实习地。漂亮！可我们现在剩四滴血，哎呀，不是哦，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只要保持在，不要跑到 boss 下面就可以了。对，不要在右下角以外的地方都可以。我卡进去哦。好。晕晕晕晕。OK。耶、yeah!。我们、oh. 我们会不会？我好可，哎，我手好无力哦，我手好抖哦，我好紧张哦。Oh my god！ 我好抖哦。虽然我的理想位置是在下方，可以把小怪清掉，但是，OK， 我这边一样，先把下面的刷一直线，一直线，直接刷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我把剑吃掉哦，吃吃吃，请吃，那就给你吃。好，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好好好，开了，好，好可怕、哦，我们好像，我们好像撞，我们会过吗？会，我好紧张哦，撞满血胶，撞满血胶。OK， 漂亮。这一把应该开了，开了，开了，开了。这一把应该稳了吧？左右，左右，对，因为他是连在两个，他两个中间黄的两边有一个，有各有一个石砖。哇！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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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哎呀！我这边很想要直接开。SS， 可是他那个盾要先赶快被打爆，不然我们会有危险。嗯。哇，糟糕！我们也卡住。哇！火透，不是，哎、欸，我现在要怎么做？我需要开大吗？你可以，可以开啦，可以开，然后也可以补。可以开。反正你反中啊。要把那个剑打掉。要把谁打掉？那个枪 ，BOSS 身上的那把枪。幺。好。哦，有，不需要枪出来了。好。然后再来。下一回合我们会变四 D， 可是我的位置。偏撞白鹰。好啊。我的位置有一点。不要停在那个。我的位置有一点尴尬，不知道到底会不会被射到。哎、欸，这个位置应该不会被射到。哦，哎、欸，被射到也无所谓。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不到，碎哦。好，但是我们现在要变四 D 了，然后我们可以赶快补血。好，我这样补哦，我直接直直的撸喽。直撸，好，直直撸。啊！再补一下。哇！这应该喷不到哦。快到了！啊，怎么办？应该左右摆一摆。啊！哎呦！可惜。哎呦！真的可惜，差一点点。可惜。哇！可是我们第一把就打到尾王了，就表示 OK 了。对 ，OK 的。有经验就 OK 了。对。